冷血来了，不来了，那还有哪事儿？回不来了。哎，你告诉那个通，他说那见的，哎，你重新放一下吧。哎，你放吧，放一下，一会儿，哎。哎。你咋把一被扶上了？他爷爷啊，对了，你被拐到扶到的东坡的岗上。这爷爷就有了意思。哎。好了，接着上那哈压针去。哎，那个第一步咱踏一下子叫抬棺，哎，把门打上，完上，然后再踏一下下压，下压。他说：“那称一下行吗？”“那称行了吗？”“不用再称了，是吧？”“让你再称行了吧？”“啊，就好了。”“哦。”“称那个七头。”“称头。”“哎，你给他拿着他，让他正一点。要不你给我拿着他。”“你拿着他，让拿着这样正着，啊，知道不？”“哎，哎，拿着。”“这他地方啊，啊，没有这个没得。”“哎，拿着。”很正着他，别，你得给他拿着点，不行，你他敢弄不正。哎，别在外边斜斜。哎，别接你，不行你，好。咋了？看一下。二百。一百二十三。你行，好，正好。咋了？你正好。